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勇冠前朝》，我是勇哥黄永文。今天11月16号，礼拜四，我们看下大盘走势。大盘呢上涨了42点，各位开高以后走低，震荡完以后，最尾盘又拉上去，靠台积电拉上去，垃圾盘。那这个盘怎么看呢？我怎么跟你说的？看这边，加权指数来发散格局，它发散的话就直接慢慢的往上喷，所以做空的你要小心。但是有些做空的你可以去做操作，没有问题的，涨多了可以做操作。受到金金涨格局的影响，台股短线时间涨幅千点行情，资金转向内需、观光等族群，虽然电子族群回到70%，但是整体大盘短线未到满足点。轧空行情续涨，那怎么算满足点呢？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看这个地方，那这边前低的话大概是15975这边，然后把这边的高点稍微相减大概800点，然后把这个低点呢相加上去的话，大概是前高的位置就在17000这点来讲话，400多点，就是类似它的一个短线的高点。你说这个轧空的行情的话，会走到那个地方才会说结束，然后做震荡格局再持续往上走。所以整个盘的话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低档的时候，各位，我跟你分享过了，这三根的上影线高点突破完以后，它就会上涨了，你还记得吗？各位，三点不破低的话，它也直接有一个低点的感觉。第三个长 K 红棒的K 棒往上涨，就成为最近的千点行情。所以我诊断讲得非常清楚，当然高点转折我应该也知道，所以低点转折这样抓得到的话，高点转折应该也可以抓得到。所以每一档股票的话，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把转折点抓得到的话，这边你那时候下跌的时候空单做回补，往上涨的时候你还可以有千点行情，你做期货的话应该也赚得非常开心。所以各位，操作这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所以每一档股票来讲话，或许就是这样短线性的操作的话，你可以享受到一个千点的行情，非常重要。很多网络老师说，哎，这边放空，一直放空，往高的时候你也在放空。其实你一直往高的话放空的话，这种轧空盘放空，你会容易受伤。跟大家持续的分享。好，那昨天来讲话，蓝白河大选行情起跑，所以第四季行情其实不看淡，所以我认为整个第四季行情的话有持续往上攻坚的希望可能性。那来讲话还是要守住它的关键性的 K 棒，也就是说它往上涨的时候，只要慢慢缓缓涨的话，其实都无所谓。一天 小黑的话，其实我认为都对多方无碍，因为它整个趋势是往上走的，毕竟突破这个高点以后，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多方的趋势脉动。所以各位，外资来讲话回补，台湾股市冲60兆，买超465亿元，创史上第5大，大盘飞跃的旺期。所以我没有跟你说过，它整个盘势来讲，它真的非常非常强，冲过旺期很容易看得到，而且前波高点的话，我觉得今年也容易看得到这边的点位，所以很容易这边来讲话不会差很多。所以我之前都跟你公开分享的非常清楚。好，那各位来看一下这边，那台币呢就收敛了，就开始回升值。这边受到美国通膨有感降温，市场预期联准会升息列车渴望达到终点，加上热钱大举汇入了10亿美金，连三升值，为新台币狂升了2.22角。所以各位直接往下做升值。我怎么跟你说的？台币升值，台股就会涨，所以没有错，刚好两个对是相对应的。台股这边涨得非常多，然后台币呢，各位就开始跌了，说很重要，往下回跌是升值的感觉，跟大家持续的追踪。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热钱狂汇入，台币大升了2.2角，所以造成整个来讲话，台股非常非常火红。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升值，外资就继续把钱汇来台湾，也没有做操作，所以你很明显感觉到这个盘是外资做上去的。所以你有看到外资的话，其实这个盘外资整个把它买上去。那投信呢，因为之前在护盘作用之下，它现在开始逢高在做调节，我也觉得很正常的。毕竟以后如果真的往下回跌的时候，投信又来护盘了，这是我对它一个盘感的感觉。好，各位，工商五金你还记得吗？我们这股票来讲话，1515的立三最近表现还不错，各位你还记得吗？11月13号的时候，立三收回10月营收8.77亿元，年增296%，而新疫情让健身器材意识抬头，带动家用健身器材销售大幅增长，让代工的营收水转长高。OK， 11月14号的时候上涨了4.96%，11月15号的上涨了9.82%。然后呢，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三天运动器材飙股绩效26%，一张赚12000，10张赚120000。然后呢，各位看一下这边，10月15号的时候，我们带
会员朋友买进，恭喜狂贺第三15.15挣的5.2亮灯涨停板，再创破段新高，续报即可大破段超过。所以各位，今天来讲话，第三还上涨了0.51%。所以我跟你分享股票，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我的股票，如果很喜欢股票的话，下礼拜各位。我们有推出了各位工商五狗这个方案 ，OK， 工商五狗送好股，留手机优先好股先送哦，各位，这次来讲话，留手机我们的股票会马上先送给你，这非常重要，各位，如果你觉得永光的股票很准很棒，欢迎介绍亲朋还有加我们的 LINE 一起赚，感恩。因为来讲话，我的股票的话，你分享出去，让亲朋好友一起赚的话，其实你们可以享受到一个赚钱的乐趣，这非常的重要。股票来讲话，或许就是很多时都会知道说哪一档是强势股。我觉得我有帮各位去做一个解析盘势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些会员回来。股票会员回来的股票，或者是有来见解的股票来讲话，很多股票都是我的股票。那有些股票来讲真的非常飙，如果你报的话，你也是享受到一个赚钱的乐趣，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欢迎加我们的 Light， 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这非常重要。你只要加我们的 Light 的话，第一手标股跟你分享，你只要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其实我有时候股票来讲的话，很多股票都是在我们的工商五哪个生肖里面都会发生一个强势股，或者是我们 Light 的话也会有强势的好股跟你分享。所以各位，工商五狗，如果工商五狗送好股，这次是留手机哦，优先好股先送，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有个股票很准的话，欢迎接到亲朋好友一起赚，一起赚，感恩。所以每档股票来讲话，我都有分析的非常清楚，而且是有公开分享。我想我应该很少盖牌，我盖牌的话也是非常准。我之前盖过的牌就是第一档应该是金利科，它也是涨得非常非常凶。如果在之前有看我节目的话，其实我第一档应该是盖金利科。所以每档股票来讲话，很多档股票盖牌的话，其实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感觉是非常愉快的。好，那你还记得吗？我们看一下这边。其实11月15号的时候，我跟你讲强势股 ，OK， 杨志3041。那昨天杨志我跟你有分享过，各位11月15号的时候，受惠充势器上和晶片出货，迎接旺季需求，下半年优于上半年成绩，所以杨志呢，昨天表现不错，今天呢，各位11月16号涨停板 ，OK， 好，我都有公开分享，所以各位。杨氏呢，这个发散格局受到第三季营收不如预期影响，但是股价持续飙涨，所以杨氏来讲话，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它是属于一个多方的格局。那多方格局都以多方操作来讲话就很不错的。我这种跟你画开过，哎，这边切线切过去，刚好是第一根红 K 棒，它刚好上涨，所以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3041的杨氏。所以各位，你看了吧？好，我最后跟你讲，这只股票要涨了哦，我今天又涨停板，所以各位。所以老师来讲话，真的是属于专注于强势族群更赚钱。我知道投资朋友很喜欢赚钱，那赚钱的话，一定要把你的停损点先设好，往上赚的时候，你的享受到获利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刚刚那种股票来讲话，其实1515的利三，其实你听我节目来讲话。你随便买 ，OK， 你这边来讲话买进去以后随便买 ，OK。第一天涨停板，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又涨停板，那休息就持续往上走。所以每一档股票来讲话，还真的是属于一个发散格局。各位看这边，是不是微笑法则？所以出现微笑的时候往上涨，这样子的话很好判断每档股票。其实我给各位的方式不会很多招方式，我是用最方法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去分析股票。而且你一看就看得懂了，你不会说会听得五煞煞，或者说你听得很多的一个分析，然后不知道股票涨什么。那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微笑转折以后往上飙，那你就知道说飙股成型了。所以我每档股票应该都很多股票都非常的飙，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买在 OK 发动点 OK 发散格局，然后呢。微笑转折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普通的 SOP 的准则而已，照着是 SOP 的准则操作每档股票的话，其实每档股票都可以赚得非常愉快。好，那我看一下，我就跟你分享的安国，你还记得吗？安国 OK 8054安国 IC 设计的，那今天表现如何呢？11月16号安国，各位8054安国6.06%，我们看一下。好，各位，我跟你讲说，这个股票是不是属于金金涨，然后往上涨，还是喷出了？当时候有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买？我跟你讲过这句话吗？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除非出现长黑再卖 ，OK。第一个重点，第二个新闻面出现的时候再卖，都没有出现，所以你知道把它爆牢了。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时候来讲话，你听我节目的话，应该有些投资朋友有我有分享你的观念。所以各位，这种股票来讲话，是属于一个类似属于一个标股。那标股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发散格局。所以每张股票的话，标股的话，都是有一个方法去一个得到它的原因。什么意思呢？把姿势摆出来，有一个微笑往上涨的时候，还真的呢，这每张股票是标得非常愉快。只是它有个败笔，就是它是处置股而已，它是被关紧闭的处置股。所以处置股像这种越强的股票，还是有一些股票是蛮强的，跟大家持续的分享。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所以各位，执行力重不重要？加操盘纪律。各位，我跟你讲的是执行力跟一个操盘纪律等于赢家模式。所以我每档股票跟你操作的都是属于微笑法则里面的微笑转折去入手。什么意思呢？各位啊，看这边微笑转折的时候，一个微笑往上涨的时候 ，OK， 发散格局，这就是你赚钱比较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或许你听很多节目，你不知道所以然，那股票为什么涨很多，涨的为什么应该说他说了一大堆，但是不知道说他真的会涨吗？如果你把股票打开看，你就清楚说，哎，他真的会涨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每档股票来讲话，它都是有一个先机，有一个征兆，在涨的时候，各位他会发现说，它涨势的时候一定是过高过高过高，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原则。因为来讲话，你买股票就是要赚钱，希望每次买的时候都可以过高，这是小小的分享，跟大家持续的分享。所以各位，赢家三要素你还记得吗？你要有耐心操作，每张股票来讲话你要有耐心，有些股票是等来的，像我们金利科等下跟大家讲，你要有耐心操作的话，耐心等待的时候它就狂飙了。个你要有信心，如果在低档买到股票的时候，你要有信心稍微抱一下。第二个你要有决心，跟对老师的话，其实把停损点设好，每张股票都是可以做得非常开心的。那我来讲话，各位，这周我们要推出的行情回升行情抢红包启动，欢迎加入微笑的行列。你只要喜欢微笑法则的话，在转折里面买股票，就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谢谢各位。你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三三三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2-5858。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02-8512-5858。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脏卫生，肠病毒远离我。欢迎回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我们看这边，资金与流向，资金流向决定于强势族群。各位，资金怎么找？资金就是它的成交量，成交量最大的时候，其实刚短线开始涨的时候，它已经有成交量出来，表示有人主力外资法人在买单股票。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这边，金利科，各位，像跟你分享的时候，是不是刚资金行情刚出来的时候有分出了成交量比较爆大的时候，它就是属于起涨点往上涨。所以金利科怎么看呢？跟大家持续的分享，你还记得吗？我们在
11月3号的时候跟你分享金利科3228，那股不其然，它真的非常飙。11月3号的时候，我们看这边9.62%，好，11月6号的时候上了9.92%，11月7号的时候上涨了2.43%，好，11月9号的时候各位上涨了9.71%，好，11月10号的时候各位8.85%。11月13号的时候上涨了6.06%，当时我有盖牌，然后呢，金利科还记得印象中吗？我跟你说 ，MCU 概念股低档趋势向上，未来股价会喷出，还真的喷得蛮多的。所以各位，我有买进金利科328，136到138元。各位，恭喜狂贺金利科挣了13元，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续报即可。金利科后来呢是个发散格局，各位，绩效32%，一张48000。十张的话是408 ，OK， 自己选一下。然后11月14号的时候是6.57%往上涨，11月15号的时候稍微下跌0.26%。那我讲这个股票的意思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这边，就像它涨了20-30几%以后，我会认为这个是出生段。麻烦你要听我节目的时候，记得你这时候稍微要做一个减码操作。当然拉回找买点是对的，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分享的，你不要听我节目报上去，然后又报下来。我没有跟你说，有时候我会跟你说，你要记得，它这种股票来讲话，既然短线涨那么多的话，稍微休息一下。如果你逢高稍微调节一下，未来拉回的时候可以再去买的时候，等到它主升段行情成立的时候，我觉得它会飙得非常多，跟大家持续的分享。所以各位，锁定主流爆发的股票会不会重要？非常重要，你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轴承的概念股，各位3376的新日新还记得吗？我们有11月3号有买进新日新 ，OK， 净损设94.2元，礼拜五的时候，11月3号，11月15号的时候上涨3.55%， OK， 11月9号的时候各位上涨了5.6%，好，11月16号的时候上涨了8.15%，那11月15号呢？各位，如果着成标股，绩效21%，一张赚20000，十张赚200000，所以各位会不会是问题？会不会其实很快就赚回来的？我们看3376的新日新 ，OK， 好，所以我的股票来讲话，这一根我跟你分享的 ，OK， 如果当时你有拿到我的股票，你隔天怎么买 ？OK， 隔天礼拜一买。你随便买的话，各位123456789，你大概9天里面就会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感觉。所以各位，我们股票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工商五狗，各位来看这边，工商五狗送好股，各位留手机哦，这边是留手机，优先好股先送。如果你看我们跟提前在礼拜五进场的时候，你会享受到一个更高的获利的感觉，这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永哥的股票很准，欢迎介绍给亲朋好友加 LINE 一起赚，这非常重要。有钱大家一起赚，让大家一起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感觉，这非常重要。毕竟在大盘在17000以上的话，其实操作难度是有的。如果你不懂怎么操作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非常重要。所以各位，没有独家高赢家的操作策略。第一个精准，我跟你拿到股票精准的跟你讲分析。第二个精确 ，OK。第二个确实分析。我每张股票跟你讲话，我几乎把每张图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清楚，每一天每一天的走势几乎都有把它列出来。像金利科来讲话，新日新也是，它每天的走势来讲，会说给大家看，它每次走势的话，其实属于一个多方脉动的时候，你要把握住每次多方的脉动的感觉，这非常重要。毕竟台北股市来讲话，这种股票不好找 ，OK。但是来讲话，我们的微笑理论里面很多找到这种型的股票，什么？所以各位，所以现在讲话是回升行情变多方多头行情的抢红包启动，欢迎加入我们的微笑行列，这非常重要。每张股票来讲话，就只要能够有微笑转折出现的时候，停损点设好，我必须先把都停损点要设好。如果设好之后真的往上涨的时候，由市场决定它到未来的一个层级。如果它涨得飙了100%、80%、50%，就交给市场决定就可以了。我们只要跟随它的脚步去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每一档股票操作来讲话，真的是由市场去决定的。所以各位，新日新飙到哪里，我就直接往上飙吧，就这样子而已。我没有预设说它也要做放空的动作。所以有些放空的话，你要找对股票非常重要。所以股票如果说它从高档回落的时候，你再去放空比较安全。你千万不要找那个看它涨太多不顺眼就放空，然后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被嘎嘎哀叫。
所以每一档股票操作的时候，你要记得我说的话，当它处于一个多方趋势的时候，你要把握住多方的趋势往上涨，这就是操作股票获利的原则，跟大家持续的分享。好，那我们看这边，所以各位跟随老师安全上车，平安下车。所以很多档股票来讲话，你要跟随我们的脚步，跟着我们的call讯操作，你就会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感觉。各位你还记得吗？工商五 G 这五档股票里面，如果你没有选到立三的话，或许你的绩效没那么好。所以有时候选择哪档股票的话，你要跟随老师的简讯操作。所以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非常重要，跟我们会员一起享受到一个赚钱的一个好感，跟一个快乐的感觉。好，各位看这边，所以呢，投资是一种思维，勇气有行动力才会成功。我认为这波行情应该很多散户投资朋友都没有进场，为什么呢？因为大盘的时候在跌得非常非常深的时候，跌到万六的时候，大家说啊，快崩盘了，快崩盘了，大家都害怕的要死。其实那时候，金管会主委有出来喊话，万六会守住，我就认为说那个就是属于一个底部讯号。那往上涨的这根 K 棒，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它就是一个转折点。果然后面都涨了1000多点，我都有提前跟你分析，而且每张股票来讲话，真的每个股票的上涨幅度，我都可以到位跟你讲。而且我有时候在最高点，我跟你说什么意思？3661的世星 KY 这家股王，如果你在3400多块逢高做调节，你拉回来再买，不是很棒吗？你千万不要在上面的时候，你觉得逢高在做一个买进的时候，你看得更高的时候，或许你会套牢的更深。所以我有时候跟你讲说，哎，这种型的股票，我在低档2500的时候跟你喊哦，跟你说，哎，这股票要涨了，要涨了哦。然后往涨上去的时候，我曾经在这根红棒的时候，我跟你说，3400多的时候，3200多，你可以逢高做调节，这个地方做调节，你绝对不会亏很多，你绝对是小获利，或者是说你从2500包上去了，你就获利非常多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调节一下，往下回跌的时候，如果在转折往上的时候你再买进，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跟大家持续的分享。好，所以各位相信所见才能得到力量，改变你的习惯才能扭转命运。有时候股票高档的时候就把逢高做调节吧，我不是说不买回来，你还是有机会把它买回来的。所以每档股票来讲话，你逢高做个小小调节，做个价差操作，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一个整个获利的感觉，非常的棒。 OK， 好，各位你还记得吗？解盘跟话术操作才是王道。我节目来讲话一公开呈现应该都是属于操作法则，我说是一个操盘手，所以每档操作股票来讲话，我对于股价的一个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非常的明了，而且操作来讲话转折我也跟你讲得非常清楚，高档转折要转弱的时候我也跟你讲得非常清楚，希望你听得懂我的意思。所以每档股票来讲话，你只要照着这多方的时候趋多方脉动操作，然后在相对新高点卖出的时候，其实你的股票应该操作非常漂亮，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一个人生的美满。 OK， 好，那你还记得吗？我们的立三11月13号的时候跟他分享过，受惠10月营收8.77亿元，年增296%，而新疫情但健身意识抬头，带动家用健身器材销售大幅成长，让代工厂营收水转船高。 OK， 11月14号的时候，各位上涨了4.96%，所以三天来讲话，运动器材标股绩效26%，一张赚12000，十张赚120000。这张股票来讲话，应该很多人会有买进。你听我节目的话，因为它价格比较低，因为我之前分享过的很多，譬如说创意啊，或者是微影的话都比较高。所以各位11月15号的时候，各位还有记得吗？上了9.82%。所以立三我们都有跟带会员朋友去买进 ，OK， 恭喜狂贺立三正的5.2亮灯涨停板，再创破段新高，续报即可。所以每张股票来讲话，操作都是有一个稍微的难度，当然你要选对股票非常重要，而且你找对老师也非常重要。市面上林林总总的分析师非常非常多，但是来讲话能够公开分享股票的，而且一档一档给你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应该很少，而且我很公开跟你分享，因为我来讲话。我很少盖牌，那盖牌原因就是说，如果说需要盖牌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底部激起的时候，刚好涨的时候，其实盖牌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各位，如果你要成为赢家 ，OK， 你要懂得把握机会，踏上成功的道路。所以各位，赢家的三部曲你还记得吗？我事前的预告 ，OK， 有没有预告你 ？OK， 之前的其实很多股票都有预告你，像刚刚的我们这个立三有没有预告你？有，都有预告给你的。
印证给你了 ，OK？ 印证它是往上涨 ，OK？ 获利有没有？你其实你当时候怎么买？这礼拜什么时候买？礼拜一、礼拜二买，其实你都可以赚得到钱。你要什么获利都可以的，请跟上赢家的脚步，这非常重要。所以每张股票来讲，我们都是有公开操作，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知道说我的讲法是很诚实，跟你分析股票。而且都是一个非常稳定式的一个上涨方式，跟你持续的追踪与分享。所以各位，现在来讲话，你要记得逢低布局，未来会欢喜收割。现在股票来讲话，你要稍微拉回来做逢低布局的时候，往上涨的时候可以欢喜做收割。我觉得现在时候不要怕，不要以为说这个时候人又是高档，没有。我跟这个盘子话，各位，我跟你讲非常清楚，这个盘叫做嘎空盘，就是嘎嘎嘎嘎上去的时候才会做一个结束的动作。那结束来讲话，我认为会震荡整理以后，还是有可能趋势向上走，毕竟明年是选举行情，今年底的话第四季是行情都不错的。所以各位，你有任何上持股的问题，欢迎来电洽询。也谢谢大家收看，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年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